肖战新片《射雕英雄传》全球瞩目，暑期档即将热血上映。在这个炎炎夏日，一部备受期待的电影即将掀起全球观影热潮，《射雕英雄传》这部由肖战主演的新片，不仅是对金庸先生经典之作的重新演绎，更是对武侠精神的全新诠释。肖战这位年轻演员凭借出色的演技和独特的魅力，早已在影视圈站稳脚跟。此次他挑战《射雕英雄传》中的经典角色，无疑是对自己演技的又一次挑战，而粉丝们对他的信任和支持也早已成为他坚实的后盾。《射雕英雄传》作为中国武侠小说的经典之作，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故事情节早已深入人心，而这次电影的改编不仅保留了原著的精髓，更在细节上进行了精心的打磨，力求为观众呈现一部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。暑期档是每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时期，而《射雕英雄传》选择在这个时期上映，无疑是对自己品质的自信和对观众的期待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，这部电影将会成为全球观众瞩目的焦点，而肖战的粉丝们也将成为推动这部电影票房的重要力量。让我们一起期待肖战新片《射雕英雄传》在暑期档的热血上映，让我们一起见证这部电影的辉煌与成功。